胸以下都是腿。我觉得这一件呢、啊，基本上就是帮你已经做好量身打造，然后屁股这边全部都是空间，不用担心，副乳也遮了，肩带是可调的，后背这边都不会过低。再来，我们做了一些显瘦的线给大家，屁股的部分完全不贴合，因为夏天已经很热了，为什么要做天丝？就是要让大家漂漂亮亮的。然后我们有分尺寸，所以呢，你就照着你的尺寸买就好了。为了要让大家穿脱更方便，所以帮大家做了一个拉链，也非常的好拉，它就是经过国家认证的牛仔面料，天丝牛仔穿下去又凉又修身，然后它不会像传统是这么硬，所以你在膝带上，在穿搭上，我觉得都非常的方便。粉红色我觉得太美了，就是没有人天丝做粉红色，大概是就是我们的粉红色天丝蛮可爱的，就是不会跟别人有撞到衫的问题。那如果你今天是想要有点纬度的话，其实换上草包、休闲包都可以，反正我觉得粉红色也相对的好驾驭哦。